拖车汤姆。啊！嘿，莉莉，今天会很忙吗？嗯哼。莉莉，怎么了？哦，你的轮椅升降机出了点问题，你需要马上进行修理。不过别担心，莉莉，拖车汤姆会帮助你的。等我去把他叫过来。汤姆，醒醒，你这个贪睡的家伙！小公车莉莉需要你的帮助，汤姆，否则他就不能按时到学校接孩子们了。让我们去把它修好。快点，汤姆！就在前面，汤姆，他在那里。嘿，莉莉，汤姆来了，他会马上把你修好的。太棒了，汤姆！让我们回到车库去。我们到了。好了，汤姆，你准备好修理小公车了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轮椅升降机应该怎么处理呢，汤姆？耶，让我们换掉它。这个合适吗，汤姆？对吗？是时候更换新的轮椅升降机了。嗯哼。看看它工作正常吗，莉莉？哇哦，它工作得很完美。现在呢，莉莉，汤姆他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电池需要充电了。好的，充电器在那里。这只需要一分钟，莉莉，别担心，他不会弄疼你的。好了，我们完成了，完美。对了，反光镜也需要更换了。架子顶上的那个怎么样，汤姆？不够好。哦，好吧。那个怎么样呢？它看起来和莉莉现在的那个很像。让我们开始安装吧，汤姆。
干得好，汤姆。莉莉现在已经一切就绪。再见，莉莉。学校的孩子们在等着你，回头见。干得真棒，汤姆。回头见，再见。嗨，特洛伊，你今天要做什么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正在和赛车杰瑞比赛呢。你能开得更快些吗？干得太棒了，特洛伊，你赢了。怎么了，特洛伊？你看起来有点担心，有什么感觉不对吗？哦，不好了，我看到问题了，特洛伊。看上去你后面的拖斗就要脱落了。刹车，特洛伊，快！差一点点。别担心，特洛伊，我去叫拖车汤姆，他会修好你的。汤姆，嘿，汤姆，火车特洛伊需要你的帮助，你会在火车站找到他。不远了，汤姆，你差不多要到了。振作点，特洛伊，汤姆来帮你了。现在让我们把特洛伊带回车库修好它。干得真棒，汤姆。怎么了，汤姆？你觉得特洛伊太重了，没法拖动吗？哦，不，我们怎么办呢，汤姆？你有办法帮助特洛伊吗？那我就放心了。是什么办法？这个主意太棒了，汤姆，我们需要找个朋友来帮忙。马特，嘿，马特，火车特洛伊和拖车汤姆需要你的帮助，他们在火车站，快。现在我们需要先修理什么呢？你是对的，汤姆，我想我们需要把特洛伊和拖斗推到一起。做得好，特洛伊。马特来帮忙了。好的，汤姆。马特，你需要开车回车库取回一个焊枪。让我们把汤姆需要的都带上。做得很好，马特，那太棒了。现在该汤姆把你焊在一起了。你为什么不试着往前开开，特洛伊？干得太棒了，汤姆。还有什么你可能需要解决的？好眼光，汤姆。特洛伊，你有一个刹车灯坏了。马特，你能再回一次车库吗？汤姆，嘿，汤姆。马特为特洛伊找到了新的尾灯。他还带了一些油漆。做得很好，马特，现在完成对特洛伊的维修。让我们取掉坏掉的尾灯，把新的尾灯换上去。它非常合适。
干得好，汤姆。现在特洛伊的哪些部分需要重新油漆？这看起来真不错。再见，马特，感谢你的帮助。回头见，汤姆。拖车汤姆。你好，陶，欢迎来汽车城。嗯哼，花一天时间游览一个新城市，而不是你的家乡，一定很棒。嗯哼，是的，探索总是充满乐趣的。那是佳丽的面包店，她做的东西很好吃。那是汽车城公园，很好玩的地方。小心逃。哦不，你掉进坑里了，你还好吗？在这儿等一下，我们叫汤姆来帮忙。汤姆，你在吗？嘟嘟车逃来汽车城度假，跌到了一个坑里，你能帮忙吗？这是拖车汤姆，他会把你拉出来修理好。哦，太好了，大家来修理这个坑了。汤姆，现在要把你带到车库，我们走吧。我们到了。先开始做什么，汤姆？更换车轴。现在换一个新轮胎。这是一个新轮胎，合适吗？不行，太大了。那个也不好，那是自行车用的。这个怎么样？是的，这个很好。
掉，不容易啊。嗯哼，好了，全部搞定了，逃。谢谢汤姆，大家再见，下次见。拖车汤姆，嘿，安博，今天你要去哪里呀？你在去医院的路上，太好了。小心那棵树，刹车。哦不，不要担心安博，我会去找拖车汤姆来帮忙的。嘿汤姆，救护车安博需要你的帮助，你能快点赶来吗？太好了，咱们快点吧。他在医院附近。汤姆来了，怎么了？我们需要把树移到路边吗？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呢？好主意，汤姆，让我们请起重机查理来帮忙。嘿，查理，你能来帮助拖车汤姆吗？太棒了，快！你能帮汤姆把树吊起来吗？谢谢查理。做得好。再见查理，回头见。让我们把安博拖回车库去检查问题吧。我们应该先修理什么，汤姆？安博的保险杠。我们需要一个吸盘。使劲，汤姆。完美。接下来我们要修什么？安博的车灯，好主意。你能把灯打开吗，安博？振作起来，安博，汤姆会知道怎么修好它的。我们先试着更换玻璃。完美。现在你可以打开你的灯了吗，安博？哦不，我们该试试别的吗？一个新灯泡，让我们看看它是否工作。现在试着打开你的灯。太棒了。
你还能为安博做点什么吗，汤姆？那看起来非常棒，安博，你感觉如何？准备好回医院了吗？再见，安博。再见，汤姆，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。嗨，艾格，看起来你今天会很忙哦。嘿，小心！哇，你一定很擅长这个。干得好，艾格。这些对我来说太重了，艾格。稍微再小心点，兄弟。这看起来太重了。嘿，艾格，你还好吗？哦不，挖斗坏了，你怎么能完成你的工作呢？不过艾格，别担心好吗？我会给拖车汤姆打电话，他会立刻把你修好的。嘿，汤姆，汤姆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挖掘机艾格有麻烦了，他需要帮助，快哦，快点吧，汤姆。左边，快，真棒，汤姆。现在在路口转右，然后就会到达建筑工地了。我们到达建筑工地了。你能找到艾格在哪里吗，汤姆？好了，汤姆，过来吧，没事的，只是需要再仔细一点。看那里，汤姆，你现在能看到艾格了吗？可怜的艾格，他看起来很沮丧。嘿，艾格，汤姆来了，不用再担心什么了。让我们把你带到车库去，艾格。准备好了吗，汤姆？好了，出发。小心，汤姆。这一路可不容易，对吧，汤姆？不过看，我们已经到达车库了。艾格，汤姆现在要检查检查你。所以你怎么看，汤姆？是的，让我们给艾格找一个新的挖斗。这个可以吗，汤姆？不行。这个呢？也不行。这个呢？完美。真棒，那么挖斗就已经修好了。现在接下来做什么呢，汤姆？没错，你是对的，我们需要修理那扇门。
那里，汤姆，我看到电焊枪在架子的第三层。我们还漏掉了什么吗，汤姆？没错，用来防止电焊火花伤害你的眼睛的防护面罩。该开始啦，小心哦，汤姆。你也是，艾格。哇哦，它看起来真棒，汤姆。再也没有摇晃的门可担心了，艾格。这会让你成为一台快乐的挖掘机吗？我打赌一定会。还有什么呢，汤姆？哦，你和我想的一样吗，汤姆？完美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该洗车了，艾格。看起来艾格很享受呢。我们就像全新的一样，对吗，艾格？现在你可以走了。再见，艾格，好好玩哦。回头见，兄弟。再见。